西奇频道，我是西西，我是琪琪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前往南投日月潭一日游，我们会去很多个景点。那我们第一个景点见吧，拜拜。有看到吗？我们在一尊庙里面，这座叫做文武庙。那我们就先进去拜拜吧。你现在干嘛嘞？啊，捐钱。来，一人100块。捐助弱势儿童。爸爸捐个钱好了哈。捐个钱。这个按的硬币，如果许好愿就投进去。我们目前来到很多树的地方，我要拍一下纪念一下。你看前面还有道路，我们要爬到最高景观台去看日月潭的风景啦。这是要往下走，这应该是要往下走吧？你看，不看跌倒，往下走的地方。走到最下面，还有点，不是很好走，对。看你的下面，我们已经爬上来了。最高顶啦！看呐，日月潭有没有看到哦 ？OK， 好啊，好漂亮哦！我们爬这么多，终于到了，好累哦。这边，它是一少族在丰年祭，你介绍一下。九蛙池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去看青蛙有浮出来几只吧，走。好像要走，这里有一只吗？西奇吗？要走几段？要走2公里吗？西奇吧嘞？要走2公里吗？下去就到了，你们看。
巴也露出来，眼睛露出来，水就在下面，好恐怖哦。哇，今天有露出两只，从这个方向看的话有两只。哎，看你多无注意时，你记收你哦吼。好明显哦，两只。好。OK。看到九蛙的两蛙。看到九蛙的两蛙。哎，看我看。九分之二，是不是算一下数学？看到三只蛙。哇，那边好多山哦。你看海那么大坑，山那么大坑，妈妈那么大坑。爸爸也那么大坑。然后这九只蛙是用以前人来测水量的。啊，如果都没有看到九只蛙的话，就代表水太多了。那如果看到九只蛙的话，就代表台湾缺水了。所以我们要用个相反来算，就是如果青蛙看到少的话，就代表水太多；青蛙看到多的话，就可能就代表缺水。以前人的发明都伟大，我佩服佩服。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地点，象山。在里面其实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耶，我只是照着西西妈跟西西妈说的，然后我们。去，结束。这里感觉超大的，谁在拍照？会有回音呢。香山温室游客中心，游客中心是可以买东西哦。有买东西，还介绍日月潭。日月潭怎么玩的？哦，日月潭怎么玩的？前面有水哦，感觉是可以看风景的地方。人好多哦。等下给你们看风景。那边是好像有一个地方那里，我现在收这里的那个地方，然后这里好像前面那个是船屋啊，还是观景台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等一下要上去二楼给你们看一下。我要从这边上去二楼，走吧，用最快速度，用不能跌倒的速度上二楼。二楼的风景实在真的很美，这边好多人，今天是停车场，继续上去，拿上去。一座桥吧，那个是一座桥，手指下手指一下，好像有两座桥，一座红色，一座绿色，然后那是观景台，那是观景台，这个，啊，这边的风景真的非常，也可以是那边啦，那也可以观，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最，我觉得最佳地点。走走，哇、wow. ！
你们可以来我们的日，就是奇迹，对，然后可以来日月潭玩一下，非常多也非常的好玩，也非常的好拍照。今天第一集可是也不算第一集，真的出去走走就到此结束。南投日月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